被演戏耽误的四个明星，望线 CP 上榜，易烊千玺才着实厉害。大家都知道，娱乐圈有很多演技非常高的明星，首先说的是王一博。王一博大家都知道，非常喜欢摩托车，是个专业的赛车手。虽然他的个子不高，但是在舞台上的魅力十足，气场很强大。蔡依林其实非常的喜欢做蛋糕，还因为蛋糕获得了很多的奖项，非常的厉害。最后要说的就是易烊千玺了。易烊千玺是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一个男孩，不太爱说话，但是易烊千玺跳舞非常的厉害，在舞台上简直是魅力四射。虽然已经才刚成年，但是却非常喜欢泥塑，很是有艺术感，超级厉害。